正确的习惯就是你要洗到那个连泡泡都没有了。小松哥，你都用手洗啊？我喜欢用手洗。我有时候可能赶时间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再晾。晒完之后还是会有个味道。对。那染发不均匀的第一个有可能就是你的头发发量跟你的染发剂的比例不对。我老公以前都叫我买一瓶就好，这么省。对，我头发这么爆炸多。以上节目由美硕营养素冠名赞助。